你要干嘛？我要让你带我上天宫。我要让那妖猴亲手杀死自己的族人。 谁来杀了我？曾经以为，你只要把天才带脚下，我就是齐天大圣。你在我心里，永远都是齐天大圣。只在你心里，有什么用？圣境奇术，这种滋味，我也要让他尝一尝。